相信有袂少的观众朋友伫咧站下半暝时阵，拢被大雨的雨声来拍醒哦。其实这是对农历过年到今嘛，家己起收落的第一场春雨。但是因为这雨才落两点外钟而已，所以并无受改掉稻啊、稻田欠水这个状况。都是毛农民伫咧反映哦，这无雨水因只好抽地下水。但是电钱起价抽水的电钱，对赚无虾米钱的农民来讲，其实嘛是一个真大的负担。就算讲十八号凌晨落两点外钟的雨，甚至个电雷公，但一早来到稻仔田，土壤也是真打伤，这小农民真烦恼，因为一个月前所播的稻仔，现在是当需要水分。落只雨实际上吼，对车也无啥物帮助啦，因为都落两阵啊，啊大大落两阵就无位啊。那这种物件落只雨是只落千皮吧、千斤的吼，种土豆啦，是这里一挂菜吼较有效尔。啊无落吼，这车啊，水流。无水就无法度挖。总共种七家地稻仔的村长刘庆伟表示，往年过年前后拢会落雨，但今年雨水特别少，真侪农民在一个月前开始播鱼啊，除了靠嘉南农田大圳的水灌溉，但也是袂少地区无水通灌溉。刘庆伟强调，只好抽地下水，但抽水的电钱对趁无食农民来讲，也是一大负担。这回开来的电钱吼，一张单尔就开3000几块啊啦。啊！看这做实验要哪会好啦？希望替这农民小想看嘛，要有一个配套完整的配套措施。咱这农民吼，伫各行各业进行支下啦吼，和因这灌溉用水吼，有一个完整的吼，唔免阁烦恼济啦吼。啊哈！希望讲吼，天公伯嘛紧落雨啦，啊，莫有讲吼，咱这做种水稻的吼，这做实人吼，逐天为着这雨水吼，烦恼甲袂食袂困安尼。就是今年春天雨水到现在也无济，这小农民议论纷纷，烦恼会影响稻仔生长。就算讲早暝落雨，农民也笑袂出来，因为旱象同款存在。新闻客姚红溪口乡采访报道。